就是考这个软试哦，对，要有一个方法，对，什么方法？先上去。这个秘密不给教授，没有了，这个秘密不行。我还要这样撒啊？这个撒下去会怎么样？不行，这个秘密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。这个我们这就独一无二了，独一无二。哎，要烤多久？这个是火候的问题，烤多久我不晓得，看火吧。我不晓得烤多久，要看哪个。秘密。不一样，对，是秘密。秘密。这个撒跟这个练甩手功有没有什么关系？要我练甩。好，啊，这样就好了。还要等什么？好好吃，好酱，辣酱。你好，我们这是真正的日式烧肉。为什么是真正的？哦，这个相当传统，相当好。是一般台湾其他烧肉都是正式的。哎，我们这不一样，东西是这个酱料，尤其酱料方面啊，相当好。酱料很对，它是根据就日本传过来秘方。那根据日本哪里的秘方？啊，这个从我的一个日本朋友传过来。从日本过来？哎，对对对。不是，是我开的。哦，是你开的。对对对。那你们的特色是什么？烧肉是哪个部位？烧肉呢，应该就是像那个牛舌啊，还有牛五花，哎，这是比较重要的部位。牛舌比较特别，因为它是美国进口的，所以它美国进口的肉，所以它的口感还有它的这个香味都相当好，那浓味非常浓郁。你是上一阵子进口的美国牛肉怎么办？现在没有问题了，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对对对，没问题。开五年了，开五年。分店没有。那你这上面那个打工人物是谁啊？啊，是我的朋友，好朋友。哎，是他自己画的吗？是啊。拿下吧。来。是，我想这个人看起来像是。跟我长得还有点像。对，那你怎么样跟什么机缘来看这家店？哎，就是因为我的朋友他对这方面比较专业，所以就跟他做些合作。你一般接游客过来这里点什么？大概就是牛肉方面嘛，就是牛五花、牛舌啊，还有一些羊小排啊，还有一些日式的和风沙拉也不错，沙拉就是日本式的和风沙拉。喝酒的这个我们这个场合哈，看起来就是说喝酒是相当适合，因为这感觉会很好，大家好朋友聚在一起喝酒，而且做这种像这种榻榻米式的哈，那种感觉会很好。以前的一般来讲，这个日本人来多不多？我们这也有一些驻台的日本人会，他们蛮肯定我们这里的。好，蛮肯定。是，我们的驻台一些日本人。他们吃的这里有日本家乡味吗？哦，对他们非常称赞。那你跟渔夫有什么关系？哦，渔夫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。很好的朋友。顾客兼朋友。还是两个人，哎，照什么比例呀？对，这个是说我们的甜酱，哎，甜酱，哎，像泡椒酱，然后再放一点我们的特调的秘制酱进去，嗯，啊，这是，然后蒜泥喜欢的话放一点，哎，我来讲说，那里面。
然后呢再放一些喜欢吃辣的话特制的 辣椒酱。会自己做的吗？哎，自己做的。哦，自己调，那种韩国的辣椒酱，再经过处理。好，这就是。那等一下就站着吃就对了。对，是就站着吃。好，这次来哈，那个来的吧。布洛格，这什么叫布洛格？云布洛格。哦，云布洛格来的，九折优待。今天啊、哦，真的，说真的啊、哦，你们的布洛格呢，一定要录下来，对不对？至少一个当过，多一个证明嘛啊。OK。好吧，骗人胡，骗人胡乱哈，胡乱胡乱，我就来就这样子啊，骗人破，骗人我乱了哈，不能再当面讲了，对不对？随便讲讲不行的，对。